绣球花在你的右手边，这里。对啊，这个是绣球花啊，这是绣球花啦，我确定了。绣球花有粉色、紫色跟那个。我去花店看过绣球花。对，是啊，绣球花不是这种花。对，这个是橘子色的绣球花。绣球花不是这种花，这是绣球花啦。你确定这不是绣球花？你先自己确定就好了，不用跟他确定。好吧，我觉得是绣球花。看到什么了？那是苍蝇不是吗？哎，你看大蜥蜴。哪里有大蜥蜴？你看那个竹竿。好。竹竿没有？有，看到了。长长的竹竿，你有看到吗？它在做俯卧撑。你没有看到竹竿？我确定这是绣球花。没看到。我待会来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。